怎么说呢？我们这个时代，越来越多的啊，越来越，因为什么？发展越快了，越来越全面了。就是在任何行业，你会发现都出现了什么过剩的现象？就任何行业，教育、医疗，是不是？超市越发是超市啊！我小区什么三大点，就是超市、医药、药店、超市、药店。对不对？还有餐饮店，过剩，严重的过剩。为什么严重过剩？就是因为我们国家到现在为止，任何产品都是什么野蛮发展的，永远什么就永远就是这，就是能不能卖得了，反正生产出来，生产出来，扔也得扔了。生产出来的，就是我们为什么这个时代，我们这个时代已陷入了什么一种瓶颈？什么瓶颈？一是什么？过去的物理学知识也好，说是科学技术的知识也好，或者是数学知识也好，陷入了一种瓶颈。我们现在掌握的一切知识啊，都陷入了一种瓶颈。因为一些知识它是什么有时代局限的，知识不一定什么在任何时代都是可靠的，知识不一定什么在任何时代都是可靠的，只不过是在这个时代我们大家都公认的东西没改变，对吧？就像我们这个时代很多人说做蛋糕一样，做蛋糕一样，但实际上蛋糕能不能永远做永远什么说是无限制的做大，不可能。蛋糕是有限的，但是人类的欲望是无限的。就像这个时代的创新一样，创新一样，只能往更小众的领域做的一堆看似什么高大上的，但实际上呢，就像我们这个时代很多人什么做研究啊，看只能往更小众的领域做的一堆看似什么高大上的，看似很高大上的，看似很。很有，就要什么啊？人工智能刚出来的时候啊，那吹的天上有地下无的，但实际上就是什么输命令的输入，命令的输入，对不对？就是命令的输入，它还能人工智能还能比人更加什么更加全面吗？只不过是人有时候什么没有智能那个什么。魔手的厉害，对不对？机器不需要吃饭，因为机器不需要吃饭，不劳力，但是它仅仅只是什么耗资源、耗电，只要电充足，是吧？资源充足，它就可以一直什么工作。但实际上，我们这个世界需要这样一直工作的东西吗？对不对？需要这样一直工作的东西吗？不需要。所以你会发现，我们这个时代。很多人很多领域啊，都什么，都突破不了，材料领域突破不了，是不是？你会发现我们发展是需要均衡发展的。为什么？因为你做任何东西都需要材料的，材料不合格，材料不好，材料不好，你做出来的任何东西都什么，都是废品啊，不能用啊，只是提出一个合理的概念。理论上能有，就像什么物理学的很多东西一样，理论上可行，但实际上在现实里边，什么是似是而非的，是似是而非的。这就像什么力的作用是相互的，但是打脸和打，虽然说脸，因为什么打脸会比打手疼，打脸会比打手疼。你说力的作用应该是相互的，打完脸比手疼，为什么？因为疼痛感，手的疼痛感和脸的疼痛感是什么？是不一样的，对吧？不一样的。但是实际上力是一样的，力是一样的，是吧？所以有很多时候，我们是有很多人什么，明知道自己做着一堆新高看似很高大上，但是心知肚明这些东西是没什么用途的。
心知肚明，这些东西是没什么用途的东西。但是什么？我们依然在花费很多的资源去做它。就我们这代人需要做的是，这代人能用的东西，就让后来我们做出来100年能用的东西。但是实际上，我们过上100年，可能我们做出了比这更加先进的东西啊。所以有很多人非要什么啊？我们要领先100年，领先100年，你做这个理论，你做出来了吗？做不出来，这个产品做不出来。到什么？到后来你会发现，到30年、50年，甚至用不了这么长时间，你这些知识就什么落伍了。很多人什么会起？做出比你什么更加先进的什么这些产品来，所以这个时代你会发现，越来越多的科学陷入了瓶颈，有很多人创出来一些东西是吗？就像很多人不许是吗？用二氧化碳合成淀粉，我又有一句话说得好。我不想骂人，真的。那二氧化碳合成淀粉，那不那植物，那是植物该干的事儿啊。你人工干，图啥？是不是图啥？耗费大量的人力资源、人力物力，然后怎么干出来事儿？连植物的1%的用什么都没用，你说你图啥？看似很高大上的东西，我前几年是刚出来那会儿，我懒得说，因为什么？因为出来一个东西的时候，很多人什么啊，吹牛逼吹的天上有地下无的，你说任何不好的话，都可能什么给你安一个歪国的名声，对吧？所以有很多时候懒得说，懒得说，跟别人争吵没有意义，是不是？你现在是吧？你现在去什么？去说啊？去干一些，去搞一些什么啊？未来可能有用的东西，但是不如什么搞当下有用的东西，不搞当下有用的东西，为什么？因为科技在变化，也许你搞未来可能用得上的，等到你未来的时候，你的技术已经突破到这些玩意儿已经成了什么玩具了。技术是很容易过时的，所以我们要扎扎实实去干，就是去做的领域啊，做的领域就是啊，就是什么，去当下能用的，当下能用的，而不是什么做出来一个概念性的玩意儿，然后忽悠人，忽悠大众。就像永动机，永动机能不能做出来？做不出来，因为没有与没有没。什么？因为什么？永动机是就是违反物理学定律的。你如果想要做出物理，做出什么？做出永动机来，那你就需要什么？推翻物理学。你想要做出物理永动机来，那就需要推翻物理学。你用物理学来的物理知识去做出来的物体，它就符合物理学，除非你。什么？你生产出一种物质来，它不符合物理学的物质定律，它才可能是变成永动机。你说做出来永动机可能，所以什么？我们这个时代做不出永动机来，做不出永动机，因为材料有它的寿命，不可能有任何东西永不磨损，是不是？永不分化，永远不会变成其他物质。金是不是？金它1%，你有没有100%的纯金？很难有，很难有。同样，是吧？所以什么？没有100%的纯金，它的金它也会磨损。它磨损的过程中，它虽然什么还是金，但是它在变少变少。最终有一天，它会磨损到。变成什么？变成你看不见的物质以后，
堆积，再继续什么？通过时间的很长时段时间，再变成什么？聚集起来。所以，我们当下的一切东西，研究的一切东西是符合当，就是我们研究的东西就是什么？就是下一个1年、2年、3年能用的，我要去做百年以后可能用不上的一个玩意儿。因为你什么？你做出这个百年用不上的玩意儿，你耗费了大量的人力、物力和资源。这个资源损耗，这个资源损耗是已经损耗了，已经损耗了。懂吧？